西春酒作坊。红色啦，嗱，你见到色一转噶啦，蓝色、紫色咯，我哋有咩格格呢？有一點點嘅，有一啲係方格型啦，有啲斜斜型啦，你可以自己試下有。然後咧，你哋呢度就會有有彩色筆啦，呢啲筆咧就係彩虹筆嚟嘅。咁你畫咧就會係彩虹噶啦，個眼睛可以轉嘅。但如果有小朋友中意畫下啲直線啊、側邊咧都 OK 嘅。